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呢？现在跟赵哥在一起了。赵哥是谁？赵哥哪个赵哥？哪个赵哥？全名，快说全名。最近春日迟迟再出发也杀青了，在上周播出的最后一期中，只有荔枝 Rock 两人一起把电动车推到终点，以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关系开始了新的相处阶段，而大家都看好的露营和赵亚楠却是以露营拒绝而告终，不少网友都觉得很可惜。然而在最新的节目里又放出了番外篇，采访几位嘉宾在节目录制结束后关系又有什么进展，露营上来就是一句我不是单身了，之后更是和赵亚楠同框出现，说两人已经正式恋爱，这个大反转让观察室嘉宾也很震惊。根据两人的说法，能成功在一起果然还是靠着赵亚楠的坚持不懈，让露营切实地感受到了他的真诚。两人目前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甜蜜，露营完全是一副恋爱中小女人的模样，跟在节目中的态度截然不同。网友也吐槽赵亚楠下了节目好像变得更帅了，两人戴口罩亲吻的画面真的是超级甜蜜，希望这一对可以一直幸福下去吧。